将镜头转到林口，成立呢满20周年的丽园女生合唱团呢，为了庆祝20周年庆，特别在林口区公所举办的公益宣导音乐会。那么当天呢，包含了区长朱思荣，还有这个民意代表以及多位民众都特别到场聆听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带您一起来欣赏他们美妙的歌声。丽园女生合唱团20周年庆特别在林口区公所举办联合公益宣导音乐会，许多民众特别到场捧场。丽园女生呢，在我们林口可以说是独树一帜，而且成绩非常的优异，歌声非常的美妙的这个合唱团。那希望呢，今天下午能够在这个大家的丽园女生这一边的表演下，我们一起度过一个具有艺文气息的一个周末下午。丽园女生合唱团多是丽园国小的妈妈们，在地生根20年，以最真诚、最美妙的歌声传唱各地。女生合唱团的团员绝对不会中断，因为我们林口地区，我们的小幼苗每年也都会一届一届的诞生，所以爱音乐、爱唱歌的在林口地区的种苗一定会无时无刻继续传唱。一直以来积极培育歌唱幼苗的丽园国小，也是提供丽园女生合唱团练唱的地方，因此校长也期许丽园女生合唱团能够代代传承，持续传唱，让更多人感受到美好音乐的力量。以上新闻记者林口采访报道。